我叫吴振，来自黄道小学的一名学生。一开始我是不会打球的，然后经过我们肖老师精心辅导下，然后我也掌握了一些篮球知识。我觉得与同学们一起学习篮球很快乐，篮球可以更好地锻炼我的大脑，让我有一个愉悦的心情，更好地去学习。